运动员夏里奥·曾嘉欣。26号台裁判员杨子宁。运动员张世杰·伊勒嘎奇。27号台裁判员马立东。运动员包宏峰。蒙古选手安德利格尔胡。28号台裁判员纪林慧。运动员保利格高阳。29号台裁判员张毅。运动员王石陈强。30号台裁判员张星星。运动员李俊熙麻亮。31号台裁判员王琦。运动员薛明王海龙。 TV 台裁判员王雪儿。记录裁判员何秀红杜芷萱。运动员杨海刚。南非选手文森特哈里德。现在比赛开始。文森特哈里德你好。杨海刚你好，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。听我口令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重新比球，请双方选手听我口令。额根。听我口令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文森特·哈里德获得开球选择权。乔氏杯2024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巴彦淖尔站的 TV 台现场直播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庆勇。本场比赛呢是败部的第三轮，输掉的球员会被淘汰掉。画面左边国内球员杨海刚，画面右边来自于南非的文森特哈里德。比赛限时80分钟，抢七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文森特·哈里德开球。上来呢过线是没问题的，但是中带两边没有扎进。请稍等。来看一下选球啊，右边中带有一颗花色的15。白球下方呢吃到带角没有弹起来，这个位置还不太好打。
上方九，里带拼了一杆没打进。再来看单色，四左边应该是被挡的。那么看看左上方有一颗红三。先控了一杆局面啊，并没有去打。再看花色，这个位置十四的左中是有的。看单色下方的中带是有打的，后面还要看看右上方的五号球啊，单独校位叫左上的底带。下方打进交到五，我们这杆八五再打掉，继续两边中带。看一看白球的位置。交到这儿的话来看啊，左边二号打进之后呢，四号右下角刚好可以衔接。白球呢不要往下走太多。哎，来看角度。右下四号，左边黄一呢，后面可以留一个向左下啊，比较直的一个角度，可以推下来。看看白球，好，上来，上去的话，这个位置杆法稍低点啊，过中线流向下，啊，右边继续，轻推向下，看六角度。有一点点向上的话就中低杆啊，再上去八号继续可以打左下。推了一杆反向的右中，举文森特哈里德胜，比分1-0。
第二局，杨海刚开球。这杆白球呢，在左边下方的位置。上手，来看一下选球。单色选到，二号再往右边推，来看这方向啊，尽量可以提前把这个红三啊，对，上方先打掉。上方准一杆，这杆下方还有的 K 啊，看白球，没有强球，啊，左边继续，四号中带有，推下来之后呢，再看白球位置，如果能调一个七号的右中啊，刚好向下还可以带。直接 K， 直接 K 的话，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效果。来看一下花色，左边中带十五号，十秒，没有打进，那么左下方六。这球应该还是有漏，对，有的打。再来七中带。这球上方一定要避开这个九，
看白球啊，可以继续的高杆吃库，哎，九号两边交位。推过来，再走。好，左上方有啊，横向的低杆，吃库弹到左上打黑八右上角。打薄了，没有打进。这个位置来看看啊，现在花色不太好，直接上手，可以考虑去做斯诺克，做防守。还在瞄十一。中袋打进，再看左边十五，角度合适，高杆有的 K。这球又有点冒险。没打进，看看啊，这位置五号漏了多少，蹭了一点点花色上方的包边。还有打。我们来看中袋交位，打薄没有打进。这个花色位置刚好可以打现在画面左边的这颗十二号。没有去选，那就右边九。又打的稍微薄了一些，这个位置的单色右上角有的打，打薄。也是没打进，顺势可以打十三右边包边啊，十三十二打出来，白球往右下方做防守。还是打了一杆九，这球位置不好。五号可能还不够进球点，但是可以轻轻的放到袋口。左下方十四，白球，这球还有的薄，还有的薄，不打，轻打做防守，再等机会。上方有运气球啊，再来，十三有点身材球啊，加杆。
好，来看这杆，啊，有薄。再来一杆准度，八号。第二局，文森特·哈雷德胜，比分2-0。第三局，文森特·哈雷德开球。比较大力的开球，这杆中袋没有。现在这个白球位置左边有一颗七，缝隙之间来看一下，打进中袋，上来之后呢，看看下方左下四，看了一眼右边下方的底袋，五号打薄没有打进，那这个白球位置右中花色。中袋没有打进。九跟十一缝隙能看到黄一，这位置是有的传的。中袋这边有四，轻轻打进之后呢，红三留左上角都 KK 二。好，下来顶了一杆黄一。下方带口打进上来，能看到三号球。打薄。到这儿来看看花色，花色现在难点也比较多啊。右上十三，左上十四，左下方十二号，这三个带口。下方先推了一杆十号球，好，中袋来看九号，有向左上的角度高杆上去，可以去尝试带一下十四。可以到。我来看这个方向，十四有的打的话，尝试低杆啊。下方看能不能再去 K 一下边库这颗。
轻薄了一杆，没强球。再看十三，要翻带。单色呢，现在来看看啊，红三的左中带右塞的低杆啊，右塞比较强，可以吃库去带一下六号。犯规。哟，犯规了。那可以摆十二号的右中。包一号。左下底带再来，十三有，看看白球位置，下方吃库，没问题。底带打一颗，再调一个十一，可以向下的角度。好，向下了，只能轻推啊，尽量放到左上去打黑八右下角。太薄了。这个位置来看看想法啊，首先是二号还有的 K 啊，这个位置二 K 六，带比较强的一个右塞啊，轻打。啊，并没有去看。下方借了一杆，借了一杆之后来看看花色的处理啊。首先是可以去勾啊，从右向左去勾十一传黄一，直接想去翻，要薄吗？右下角。并没有薄的带口位置，那这个位置的话就可以考虑去提前处理一下六了啊。好，第一杆过来，现在还不成，红三再调一杆啊，可以留一个六号的反角翻中带。这个位置倒也有的翻啊，打左边的包边位置。刚好挡住，要看看解球。选一颗，左边这是带口啊，打带口呢可以调六的右中。向上啊，这位置，再来，继续高杆左上方吃库下来。
没有打进啊，漏球了。那么来看看角度，向上比较大的话，可以高杆上方吃扣啊，往左下方叫。下方打进。第三局，文森特·哈里德胜，比分3-0。传闻上古时期，元神将六件神兵散于凡间，直到今天，兵甲现世。好杆法，用兵甲。第四局，杨海刚开球。中袋没有扎进。六号这位置还炸得有点偏低。选球左上方有6，左边中袋有9。下方这个球堆有些相贴的，所以摆球纸呢暂时是无法取掉的。先看上方六号，勾到12。有这球，来看看右上方7啊。有下二号左上没挡的话，就正常交位。再来啊，这个角度就不太好去往下调了啊，够下，是一个向右上的角度。底带需要再准一杆。打得太厚了。下方薄球打进，看白球位置啊，还有的打，继续中低杆向上，犯规。好，选一颗啊，
五一选一颗。五号这边稍微的麻烦，可以去摆一个向左边下来叫黄一的角度。好，来看黄一啊，一杆准度。这杆看看白球效果，因为这个四左下应该是被挡的啊。想掏厚点进，这球确实是不好打的。我再看花色。打十三上方包边可以去做防守啊。红三，轻轻打，白球放到黄一下方。然后看一下解球。犯规，犯规了，包遗憾。那可以摆一个四号球这边啊，然后调到红三呢，叫做稍稍往下一些角度啊，推下去，叫黄一。太轻了。这球强行的用右塞呢吃库，看能不能避开十。这球角度叫的比较大。顶到那还不行。主要就是控白球啊，这杆右上方是被石挡的。来看花色，花色现在呢，上方十四。这球打得太薄了，把对方的黄衣给打了出来。那黄衣先有的打，薄不好打，可以翻左上。还是拼了一杆，再看看下方底带，左下角。
太厚了，没有打进。中袋打进，十四还有。左边来看看边库能不能去解一杆，这就十四还挡的有点多。解禁。四局，文森特·哈里德胜，比分4-0。第五局，文森特·哈雷德开球。开球力量呢是比较大的这杆啊，但是两边中袋有球进，左边是正常进的，后面是一个二号上来撞到四，白球在下方。看这个点位啊，左边有一颗11，然后上方有一个6-5。再来，右上方啊，再准一杆，并且这个球要往上走，对，左上是被挡的，往上走可以打黄衣左边中袋再下来。一杆准度，看白球啊，太薄了。11啊，右中有。
下方打了一杆，但这个球呢应该是有漏啊。首先是六号，然后看看左上啊，这里边黄一，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袋口，十四挡了一部分。上方黄一，这个位置打稍后一点，带些低杆，好看两库的效果。掉中带了，自由球。自由球。摆了十五，往左边推的话，下方有十二号。再推多一点的话，还有十一。蹬下来，看包球。啊，这位置太薄了，太薄，下方漏机会了。这个六号是有的，七左边还太薄了。可以打六，左边两库调其右边的中带。看角度啊，可以向下的话就正常的中低杆下来，继续右中黑八。第五局，文森特·哈雷德胜，比分5-0。第六局，杨海刚开球。中带没有扎进。红三，
比赛时间已过半 ，half time passed。看一下左边角度啊，六是没问题的。左边肯定是要去找这个机会呢，去带一下，把这个局面解开。啊，看方向，应该有点向下。过来看一下四号的右中，下方高杆吃库啊，往左上方去叫。再看这个角度啊，薄了一点点，没有打进。这个位置十二号左中还有推下之后呢，自然可以去顶下方的花色。太厚了，这个位置有漏球，看黄衣角度啊，向右边比较多，可以考虑用中高杆发力去顶下八号这边，没有动，选了五号。没打进。没有打进，漏了一个黄衣。这里边二号球还是有难点啊。首先看一下角度，黄衣中带向上，推下看白球，太轻了啊！要留角度，这个位置啊，想下来。现在呢，左边贴的比较近。一点点的缝隙。Four. Touch the white ball. Yes. It's not a double. Can you check? It's fine. It's okay.他质疑，然后我说。现在停着呢。
It's my worry. I'm so sorry. It's okay. Sorry. 继续。不是自由。不是自由。不是自由，我只是让你继续，没有让你，没有给你自由。没有自由，是吧？嗯。不是，他把白球抓起来了。你刚才跟那个选手解释了吗？我跟他解释了，我只是说让继续。让谁继续呢？文森特·哈里德打进球了，不得文森特·哈里德继续打。再看一下右中，白球，右下方高杆两库啊，看看能不能再带一下。好，两库，吃的带角。底带这边还不好打，而且左边方向有一个八号啊，这球有危险。打了杆接力，我再看花色。这个位置挡上了，我看看解球。跳进。看看这位置啊，左边有一颗十三，还不太好去翻，量一下去翻右下角，翻底带。
并没有翻进。我们再看花色，没打进。好，八号来看左下能不能借力啊，带脚这个位置。没有接近。上方大力的抡了一杆啊，哎，白球还有运气啊，挡住了。好，右上方啊，两库。奔着左下方解八号底带，犯规。这个位置呢，上方可以先摆十五啊，摆自由球，然后把上方左上全部打掉。中台这边下来，挑左下单独一颗。左上方小低杆啊，横到右上，推了一杆，这效果不好，可以考虑打十四厚一点啊，左边位置用低杆藏到十五上方。还是薄了一杆，我们再看这个位置，这个就有点难打了。下方漏球了，底带。得胜，比分第七局，文森特·哈里德开球。
这个球中代这边还是没有很明显的一个近代的效果啊，两边都炸得稍稍有点偏高。六号左边中代，选球六号打包，那么来看看文森特。下方五号，薄进。左边想开球啊，但是没有带到。现在这个位置再来看啊，中代这边有六，下来可以去顶二。横过来，横过来，看这杆啊，七号还有。后面如果没有去 K 球的想法，这里边红三就要去打右中啊，看看这个位置。但是上方还有一颗单独的四。七号球，一包一 K。还是不好。下方二号再来，先翻一杆，四号球。
翻左边的中带，白球呢上方两库奔着左下这位置，并没有 K 到。12号，啊，太薄了。四是有的打的，看能不能带一点低杆。换了，还是红三，打包边。右中12号，打进，左边再来选一颗，10号球，继续中低杆上去。左边继续啊，杆把稍低点轻打叫到边库位置，再低杆下来。先看看准度。红三，留一个四号角度啊，八号呢左下角被挡的。角度，稍稍带点低杆左边下来啊，然后八号同带。准一杆，太薄了。没有打进。来看八号。本场比赛结束，文森特·哈里德胜一分。握手了。那这样的话，败部的比赛啊，很遗憾，杨海刚被淘汰掉。来自于南非的文森特·哈里德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。下一场14点整，稍后见。